能够来到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普通话很烂。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大暖季，但是一点都不暖哈。为了艺术，我们牺牲啊。其实我真的很冻啊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好像穿的有一点，为了好像瘦一点。然后我刚才一直在唱的时候，有一点后悔，就是为什么要放那么慢的歌在这里面，因为我好冷。然后我今天想说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刚推出了新的一张专辑，叫做方圆 Spherical。然后其实，在那个摊段就是那个 booth 有卖，而且我们只带了那个五条还是六条的毛巾跟 T 恤来。如果大家觉得冷的话，可以帮我们买一条，就是我身上这个。哎，有人买了一条，应该就剩下四条而已。你们不想带回去香港？对啊，就是那条，就是我这条，反正很漂亮啊，我觉得不比他们大暖季的穿哈。怎么？对啊，都很漂亮，像我们一样。然后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晚一点，就是那个气氛澎湃一点，你们就一起就跳舞啊，反正就很冷嘛。那忘记了说，这首歌的开头也是很轻的，但是待会大家要跳起来哦。